样？顺利吗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顺利。那负责一都问你什么了？他就问我会不会做饭。没了。他还让我做了一顿饭。你是不是露馅了你？我发誓，这真的没有。这么快就被他看出来了。不过，我听他们说，好像什么盛总的爱好，应该是要给人送礼。 我给你安排一条船，你连夜就走，千万不要让负责一找到你，知道吗？这走啊！盛总，姐，嗯。 听说傅泽一在你家照顾了你2天，所以他今天不召见我了。召见。啊，你们吵架了？他说今天绝对不能接他的电话。